这不是我们的婚纱照吗？哎，我的妈呀！我都不忍心看，天哪，真的是惨不忍睹，太可怕了。我都不忍心打开，你翻开吧，你翻，我真的不好意思打开。天哪！为什么我梳了一个非主流的头发？什么鬼？我天哪！婚姻对你做了什么呀？你看你那时候的颜值呀！天哪！哇！你当时好稚嫩啊你！30岁了，也不稚嫩了。你这10年真的改变蛮大的，你到底承受了什么？我是给了你很大的压力吗？让你急速衰老啊你！所以你要发自内心的问了一句：婚姻到底对我做了做了什么？对你做了什么？我其实我还好，你看我，你觉得我变化大吗？我觉得我现在比这个时候还漂亮。你说我那时，我现在断然接受不了这种设计，就那时候我竟然没有反对，爱是两人一张棉被。也是一人一瓶清水都说对，这个是歌词啊，对，方大同的歌你词唱一啊。个。爱是两人一张棉被，也是一人一瓶清水，都说对。爱是送100枝玫瑰，也是让十里开花蕊，就 OK。Love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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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更美。爱让人安心在梦中熟睡，Oh lo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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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美，美在每一个人都会。